小屏旗舰一直是叫好不叫座，从销量就不难看出喜欢大屏手机啊还是居多的。不过有少数小屏党是有需求的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批发市场的小屏手机到底有多便宜。市面上做小屏旗舰的厂商越来越少，主要还是因为对机器内部的堆叠要求非常高，成本上去了，价格自然也低不了，使用体验上更是不如常规手机，也就只有我们这种出货量大的商家才敢一次性拿几十台了。这比12迷你外观成色都非常不错， A4 满血处理器性能很强，或是双摄成片效果也很清晰， 5.4 寸的手感也真的非常不错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苹果12的缩小版，但配置都给你直接拉满了。我们拿货1400到你们手里也就1499，还送20瓦快充、钢化膜、手机壳，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高。关键这个价位，没有第二台这样的手机可以选了吧。